原标题：著名书法家湖南省长陆军大元帅行政院长，此公一个人干完了中国版南北战争九山一片文章。咱们说到湘军赶走张敬尧，收回湖南之后，三千湘军弱旅能够打跑几万北洋军，其中一个原因是谭延闿的一个承诺，事成之后把湘军都督的位置让给湘军总指挥赵恒惕，大大激发了后者的干劲。然而目的达到之后，谭延闿却迟迟不兑现自己的诺言，让赵恒惕很受伤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赵恒惕会怎么做呢？赵恒惕图著，他既反感谭延闿食言而肥，又对谭在南北政府之间走钢丝非常不满。于是赵恒惕一连三次提出辞呈，请求辞去湘军总指挥的职务，以退为进，逼谭延闿就范。谭延闿见实在是耗不下去了，于是提出组织全省人民宪法会议，自己无意长期掌握政权，一旦宪法会议成立，自己就会辞职。其实这只是谭延闿的缓兵之计，对他来说可能拖一会就是一会，等待省外变局产生。谭延闿拖住他能打，别人可不愿意陪他的。在湘西爆发了反对谭延闿的军事政变，当初第一个出来宣布自治的林修梅，因为被谭延闿排挤，不得不离开军队去了广东。如今他返回湘西，拉起了一支军队，自称湘西靖国军总司令，公开谴责谭延闿集权自重，结党营私。不仅是湘西，在湘北也发生了类似事件。第十二区司令谭延闿的爱将萧昌志被逃饷的乱兵杀死，大家公推营长于英祥接任司令一职。谭延闿大怒，令第三旅旅长鲁迪平协同第六区司令李仲林出兵平叛，为萧司令报仇。可是李司令根本不理谭延闿的命令，而卢旅长则是赵恒惕的心腹，眼里从来就没有谭延闿。此时驻扎省城的第二旅旅长廖家栋则是程潜的心腹，所以在湘北和湘西接连发生叛乱的时候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谭延闿出兵。谭延闿的地位岌岌可危。鲁迪平图著，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，谭延闿明白再拖延下去形势会越来越糟糕，于是他授意省议会废除督军这个职务，自己辞去湘军总司令的职务，并推荐赵恒惕接任，自己则继续担任省长一职，实行军民分治。他认为这样一来，赵恒惕必然对他感恩戴德，支持自己担任省长。然而谭延闿想错了，由于他食言而肥，赵恒惕和林之宇都已经恼羞成怒了，他们早就达成协议，赵接任总司令主管军事，林出任省长接管民政，所以对谭延闿的方案他们根本不接受。而毫不知情的谭延闿还自以为是的召开湖南军政界联席会议，他满以为自己辞去总司令和省长的职务，赵恒惕和鲁迪平会挽留他继续当省长，自己正好顺坡下驴继续留任省长。可没想到他说完辞职以后，全场鸦雀无声，没有一个人对他进行挽留。这时候他才明白自己真的大势已去。11月25日赵恒惕在三推三让以后正式接任湘军总司令的职务。同日省议会选举出林之宇担任湖南省长。谭延闿交权之日刚好遇到夫人难产致死，他希望能多停留几天再动身。对谭深恶痛绝的林赵二人连这个要求也不答应，送上几百大洋的丧葬费以后，还是在27号逼他坐船离开长沙去上海。谭延闿下台以后，赵恒惕的时代来临了，他一边用自制的招牌保境安民，
一边同川滇黔粤四省组成联省自治的阵线，还一边与北洋政府治下的鄂赣两省建立共同防务条约。湖南的位置举足轻重，是南北政府共同拉拢的关键。湖南的军火需要从湖北购买，湖北督军万王战元为了拉拢湖南，价格压得很低。江西督军陈光远害怕南方政府出兵江西，又怕李烈军的滇军从湖南进攻江西，所以拼命结交赵恒惕，希望取得支持。吴佩孚本来反对湖南自治，但因卫队奉系的战争即将爆发，因此被不听话的湖南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孙先生的南方政府要想出兵北伐，湖南也是第一站，因此对赵恒惕也是交好拉拢。一时之间，赵司令成了南北共同的香饽饽，谁都对他笑脸相迎。王占元图助对外的环境是很好，可湖南内部却一团糟。曲张以后，湘军连续扩军，已经发展到两个师十个旅。由于兵多饷少，各个部队就在防区内横征暴敛。赵司令有心裁军，有心统一政令，可各级军官置若罔闻，谁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。赵恒惕一筹莫展。这个时候，赵恒惕的司令部来了几个湖北人。原来湖北人民不堪北洋政府的虐政，尤其对王占元这个督军非常不满，于是向北京政府请愿，要求撤换王占元，但北京政府没有答应。无奈之下，他们派出代表到湖南长沙，希望赵恒惕能出兵湖北援鄂区王占元。赵恒惕觉得湖北民心可用，而湖南刚好现在兵马众多，不打仗就要裁撤，如果攻击湖北就不用裁兵了。而且他对湖北汉阳兵工厂垂涎已久，出兵援鄂刚好一举三得。最关键的是，直系面对奉系的巨大压力，腾不出手来帮助王占元。赵恒惕觉得夺取湖北统一两湖的机会来了。湘军大部分将领对于出兵湖北援鄂区王持赞成态度，反而赵恒惕本人下决心出兵以后还是比较犹豫。他对劝他出兵的蒋作斌说，你我之间患难之交，当之无不言，湘军援鄂是责无旁贷，但是我私底下还有三个忧虑。一是怕引起吴佩孚的干预，他是两湖巡阅使，我担心湖南会陷入新的南北纷争。二是出兵援鄂与自治精神背道而驰。三是湘军原来还打算要驱除湘西的滇军并出兵援鄂，现在实在没能力三管齐下，援鄂就意味着放弃另外两个计划。蒋作斌图助但见已经在弦上，到了不得不发的地步。而且湖北接二连三发生一连串兵变，尤其是王占元因为拖欠军饷而屠杀要饷的退伍老兵一事，弄得天怒人怨。赵恒惕觉得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但在出兵前他打算再玩弄一个小花招，欺骗并耍一下王占元，使王占元不会防备他出兵偷袭。那么赵司令到底用什么小花招来戏耍王督军呢？我们下次再接着说。参考资料：一湖省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；二徐海、段祺瑞传三彭秀良、冯国璋传四王云高、草莽上将军陆荣廷传奇许树工作室核心成员查家峰主笔返回搜狐。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